好正哦，要是我有一个 model 女友就好了。妈！哇！宝贝，我们去吃下午茶。怎么了，小乐？请问我们今天下午有约吗？难道老天爷听到我刚刚许的愿望？好，走，我们去吃下午茶。好。好像在哪个茶店？哎，这个女生好正哦。哎，是不是 model 啊？学来了，快帮我拍照。可是我不太会拍照哎。宝贝，你忘了我是 model 吗？怎么拍照好看啊？好，三二一。model 女友怎么拍都好看。真的是我拍的吗？需要帮你们拍吗？哦哦，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哇、wow ！那个雨婷宝贝，你是不是好 ？Perfect！ 走，去吃下午茶吧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雨婷，你要哪？我要选这个巧克力蛋糕，还是甜品蛋糕？你不要边买 pose 边选蛋糕啦！啊！你不是希望我随时随地都是一个 fashion 的状态，不行吗？好，我们先回座位吧，先回座位，走。这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嗯，好吃的雨婷，你觉得 fashion？ 真的没有人在看你，赶快吃好吗？又怎么了？我感觉到时尚的味道。哇，两个都很好哎，再来，再来，很好，不是啦，你根本就跟别人比啦，喂，哇，来，两个都，连衣服都换了，什么时候换的？拜托你不要再摆了，你还换啊？够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一直没装时尚哎，哈。我知道你很时尚 ，pose 也很漂亮，但是时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时尚有你的男朋友重要吗？有比桌上的蛋糕，比路边的风景重要吗？你告诉我、啊。你们可以听我把话讲完吗？什么时候我才能找到心目中的梦幻女友啊？飞起来那个姿势太飞旋了，现在是怎样啊？